那可以一人坐一台吗？有这么的舒爽吗？应该我们三个就可以坐一台。反正后前面也没人，后面也没人啊。没半个人。说翻了。舒爽啊，好舒服啊。看来衣服好像很好看。嗨，阿姨在跟你打招呼呢，阿姨嘞。干嘛一直看我？手脚有点冷。没关系，待会就要回车上了。刚刚从车子那边走过来会远吗？其实是有一段距离的，真的，真的。我们要往前飞了。这个跟那个比起来，真的平缓很多。这个哈，没什么高度呢。Raggy。这个想要来回打几次都可以呢。对啊，为了值回票价，多打五次好了。所以刚刚那个室内的那个啊，它就200块了，也只有我们去做的那个。旋转木马，你们都还没有玩到。而且那个旋转木马，因为我们坐楼上啊，所以其实有点晕呢、欸，就是一直转、哦、一直转、哦，因为它会这样子。因为我坐的比较靠中心嘛，嗯、又在楼上。可是理论上越中心转的越少啊，越外面转的越多。那为什么我就觉得？因为它转的比较快嘛。对，因为它是同一个方向嘛，啊、就觉得。里面转一点，外面要转很多。对啊，对，这是和气道的原理。对，就是啊，跟人家打架的时候，你要站在中心点。所以我选择去坐楼上反而是对的。对，因为它比较靠中心。对啊，那时候是因为楼下的位置都满了。哎呢？嗯 ？Maggie。Maggie， 我们在家里都讲外星话、哦，有没有亮亮的？亮亮的。啊，这样坐好舒服哦。小宝，你看得到下面吗？这样看得到日月潭的那个，真的很陡。而且它的速度也比较快。对。
我还是觉得我们停这边是明智的选择。我也是这样觉得。对啊，因为日月潭是一个日月潭那边反而比较大的风景。对啊。对啊。那这边就是你知道买门票一定有位置停。对啊。如果那个搞不好你还要绕停车位。其实我没有来过，我觉得这园区还不错。对啊，很大哦。嗯，很大。对啊，超夸张。很漂亮啊。那还蛮不错的，而且我从来没有从高处往下看过。所以以前他没有这个缆车吗？没有，没有，缆车才刚盖好啊。就是跟着日月潭一起盖。对对对。哎，我想一下啊，缆车，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以前没有缆车。好像没有，印象中好像有，也应该是这几年一两年。看这个还蛮新的。哇，你看那个，那个、好酷、哦！哇，那个消费车是吊着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，就是脚垂着的那种。对对，没错。哇，哇塞，卡！哇哇哇哇！吓死人了，完全不敢玩这个啊！这个好酷哦！而且他刚刚在那上面还停了很久，那个又要上来了。本来玩这个游戏是真的值回票价的，如果每一样都敢玩的话。对啊，还是算了，我们就看别人玩就好了。看你基金，这个勉强还行。看别人玩的要下去了。这个加勒比海勉强还行，但其他大概就会有点那个。那都不知道停多久哈，然后就突然给你下去，突然下去。忘记了是不知道是六福村的还是那个千湖山，它还会这样这样这样子。真的哦！哇，这个很真的很酷哎，这个轨道这样。拉斯维加斯不是有一个是从就是，好像是哪一个？不是，它就是穿到室内里面去，然后再穿出来的。那个我好像有玩过，我觉得比较恐怖的是我去迪士尼佛罗里达那个。它好像忘记是迪士尼还是旁边的另外一个乐园，它是坐电梯的，然后你就是类似坐这种椅子，然后它是在电梯里面，所以你往上，它还可以就很高，它还可以出去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外面。你那个应该是拉斯维加斯，它有一个是在是不是在 hotel 上面，然后它是掉出去，准备出门了、哦。不是，拉斯维加斯也有一个，是哦，我是在佛罗里达做到。走，你要不要走？你先。哇，都没有人，好爽哦！哇，然后这个风景好漂亮哦。